白小川，杜峰的话应验，姚明或做重大决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。今天咱们聊一下 CBA， 聊一下北京队。大家都知道，北京队啊是咱们 CBA 的一支传统劲旅吧，也是多次获得 CBA 的冠军。但是最近几年，北京的成绩啊一直不是很理想。本赛季开始之后啊，北京队的状态也是起伏比较大，也是输了几场比赛。就在最近的几场比赛中啊，北京队发挥还是比较不错的。他也是大比分的战胜了卫冕冠军广东队，也是给北京球迷啊一个大大的惊喜吧。也是在昨天晚上的比赛中啊，击败了另一支强队浙江队。可以说北京队呢最近的状态回升啊，给北京球迷都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一些惊喜。但是与此同时啊，北京队啊也是因为一些比较严重的犯规啊，也是给很多外来的球队啊一些比较不好的印象吧。在战胜广东队之后啊，赛后广东队主教练杜峰啊也是说过谈过这些方面的事情，也是觉得北京队的一些球员啊动作确实非常的大。大家都知道之前富兰克林也是被王学辉的几个动作伤过，也是造成富兰克林的长期伤病吧。后来在本赛季中啊，王学辉呢继续故技重施，继续用比较严重的动作，比较夸张的动作去防富兰克林，差一点呢让富兰克林再次受伤。这次我们说的主角啊不是王学辉，是另一名球员，北京队的队长翟小川。在比赛的最后阶段吧，北京队已经锁定胜局的情况下，翟小川还做出这样严重的伤人动作，而且在伤人之后呢，他还感觉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他自己还很不服气。所以说从侧面可以反映出啊，其实北京队的球员确实应该收敛一些动作。对于浙江队这边来说呢，他们也是本着不放弃的原则吧，也是在希望能够最后的时刻再得几分。但是对于翟小川这个伤人动作，浙江队也是表示非常不满。我觉得不管是在CBA 的赛场还是在别的赛场，如果你这样严重的伤人动作是一定会吃得气的。你也对于翟小川来说也不必有什么比较夸张的一些无辜的动作。这场比赛可以说完美的验证了杜峰之前赛后的一些话吧。他也是之前说过北京队的几个球员确实动作比较大。对于 CBA 来说，对于整个联盟来说，我觉得姚明啊应该对一些动作比较大的球员进行一些惩治吧。毕竟我们的联赛需要一些干净的环境，如果一些比较大的动作不能够对这些球员进行严惩的话，可能在慢慢的 CBA 的赛场上会出现更大的动作。毕竟伤病是每个运动员的天敌吧，也希望 CBA 联盟尽快出台一些政策，能够限制一下这些比较脏比较坏的一些动作，让我们的球员能够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下去进行比赛吧。好了，欢迎观看本期视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